大家好，我是大姚。然后今天啊，咱去徐州医院把小东西接出院了。昨天的时候，石院长就给我打电话了，小家伙腿上的线已经拆完了。现在没有什么了，因为他当时那个股骨头切掉了嘛。然后就是慢慢让他自己在生长，包括他的腿部肌肉，慢慢让他慢慢恢复。这个恢复的期限段啊，可能要两三个月之久。现在反正走路吧，疼就是说他不疼了，还是就是走不稳。然后也说了说能出院了，让我们接回来养着了，不用搁那住着了。想着今天去把小家伙给带回来吧。搁那住着吧，反正也离那么老远，我来回跑也不方便。然后再给他拿点肉吧，给他做顿好吃的，咱不上那做去了。因为晚上回来啊，都好几点了，都没有时间再给他做好吃的。走，拿肉去吧。到那给他弄点好吃的，吃完再给带回来了吧。掌骨基本上长得差不多了，然后这个腿的话，只能后期慢慢给它复健，开始得复健，基本上就是给它稍微的拉伸一下，拉伸一下，对，然后它可能暂时性还不适应，然后的话后期你再
看看法坛是挖好的法坛是挖差的法坛，后期看看鹿角后怎么样。这边的话，搁这边吃也行，喝也行。现在这状态都还行，也比较有劲儿。反正后期就是吃点营养神经的，缓解它那个咬嘴的这一块儿，几个小神经点。然后的话，加上你吃点这个，我同时还吃点这种口服的这个止疼药，能给它缓解它别那么疼。你给我几天吧，然后我给你对，然后给你打七折，然后的话你还有1000的押金。有关节问题都可以吃，我一天给他吃了两三粒。对对对，一天只能吃一次，一次吃一点。行，就可以了。